来就带领咱的市长吼，来给咱参观一下哈。那么有包括我们的妈妈鱼安心超市、安家鲜货、阿弟水产、永泉。哦，来啊！我这个林，我先介绍阮林鱼哦。林鱼就两只社会哦，成立是一百年成立的。我的创会会长就是韩志专鱼团，好嘞，好嘞。今日哦，这个发表会就是啦，就是代表阮林鱼的特色，伊的泉水，完全泉水养殖沙粒水。他的肉质是第一个，非常棒。我阿来过感谢咱这边的李老师，加咱海南籍的团队，然后到他去到帮忙，所以今天来举办这个好诶。欢迎理事长，谢谢。啊，市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好、哦，很高兴呢来参与这个活动。这个是林门哦，理事长呀，好有意思。好像我看的养猪的过程哦，我讲哦，反正好，海底上面水起来，啊，废气都排得出来哦。这真正哦，因为成本是不能养猪业哦。哦，这咱们迈开一大步哦。啊，所以呢，我才讲如果安尼来。今日朋友吼，我来请你吼，啊，我就带来这个金茂厨师吼，来做有好的料理，嘛有好的菜，你买好的这材料吼，辛苦熬嘛吼，做料吼，安尼吼，啊，金什么就叫金茂呢？金茂就是讲，行政卫福部颁的吼，厨师最高荣誉的金茂。去年有分3000几去报名，有36个，过分有分到6个。哦，我即满有30几个，即满我分到正上面，即满有一个单位吼。啊，所以呢，我咧讲讲，我去年咧成立这种金茂厨师艺术团，唔是干呐赚钱个，是做师傅即满，一个月拢休八天吼，啊咧做兼出来咧做艺术，安尼做艺术，哦。就讲迄个唐书镇遐啊，哦，一两百个食饭，我若去做饭食，免钱，拢免参加这个。六龟学校吼，嘛是200拢免卡着，这个过年我嘛去做一下。啊，你伊比如搞到边咧山边遐，我拢去做200块一下。我一年拢有做只700-800至10000的意思吼。拢食免钱，啊！即是厂商啊，日本啊，啊是讲迄个服务的啦，吼，啊是讲迄个统一啦，拢支持我。我爱什么物件，伊拢支持我。所以有时候借力使力不费力，但不补到钱呢，我们要干多。你干事都要干，他要包。对啊，我常跟大家说，我们把大海搬进来室内养石斑鱼。哦，对，因为这个我来自陵园，好，然后。我来自陵园，是高雄最南端的这个行政区域。哦，那我们陵园这个地区呢，其实地理能解了，那这个地区位置呢，其实这边的气候呢，中年呢，气候蛮稳定的，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所以其实呢，它这个一整年的温度不会起伏太大，所以非常适合呢我们这个陆上的一个养殖。好，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边紧邻这个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有什么了不起的？哦，台湾海峡呢，哦，它这边的营养跟上面的浮游生物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哦，所以呢，我们抽取这边沿岸的这个海水呢，哦，其实是非常有这个协会的一个促成，那才有办法有这个平台去向大家做一个发声。对，那我们集合的这些养殖业者呢，欸，其实从最早期有在养什么？哦，这个草虾，哦，九孔白虾、鲈鱼，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白虾苗跟石斑鱼苗。对，那我们陵园呢，哦，最主要以现在来讲的话，大概是白虾苗跟石斑鱼苗是养最多的。哦，我们这边富裕了大概超过80%以上的这个石斑鱼苗跟白虾苗。哦，所以我常跟朋友介绍啊，你要不要来陵园？陵园有什么特色？哦，陵园是石斑鱼的托儿所。哦，我们这里呢养了80%以上的石斑鱼苗，然后再卖到台湾各地，哦，包括外销。哦，所以呢，其实呢，陵园呢也是
占我们台湾养殖业的一个非常重要。亲子团来参观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个是游泳池吗？”我说：“没有，这个是养石斑鱼的池子。”哦，那这样子盖房子跟小池子有什么好处呢？哦，最主要呢，哦，就是它可以隔绝这个外在的这个气候的变迁，哦，包括这个寒流啊、台风天啊，或者是下大雨，都不用害怕去受这个影响。利用那个沙子去做一个过滤，吸引进来的海水，哦，它已经经过过滤了，所以里面就不会有这个什么大型的寄生虫啊、塑胶微粒。所以我们的水呢，很熊天然呢，不熊前提。院长的哈，那许清云许院长哈。因为呢，他透过这个正修科技大学林园 USR 的服务团队呢，哈，来我们林园进行采样，然后就是利用贵单位的高雄国际级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呢，这个科技中心有什么特别？它可以检测到非常小的这个粒子，我们的海水抽进来，它就拿去做检测，哎，里面包括重金属也没有，什么汞污泥啊，什么危害的这个海水都是安全的，啊，所以。就是使用上都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上之前，我们要帮他处理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跟这个日本料理店的师傅去做一个讨论，说，哎，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海鲜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哦，于是呢，我们就导入了活地这一个处理技术。哦，那这一个技术呢，非常有效的可以让它的鲜味给保留在身体，然后让那个保存的时间呢可以延长。直接把活鱼给搬过来，哦，搬过来这边做一个展示，让各位媒体跟厨师呢，跟餐厅的业者可以直接做第一线的交流，哦，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餐饮工会的荣誉理事长，哦，林春跟林理事长，哦，他召集了四位经贸主厨，哦，然后用他们独特独创创业的手法，哦，去创造等一下十二道的创意料。刚好三点了哈。第一吼，讲实在，足感谢，阮陈市长伫伊就任了后，足重视啊，阮这吼不三不四的城市啦吼，讲市区无足市区，讲山区也是伫山地内啦吼。啊，所以呢，对我们林园哦，光是陈市长，他这个选前就不讲了，光是选后来到我林园大寮吼，这高雄是最南端的两个行政区啊，啊，真的是不计其数，所以我们的重大建设啊。真的是在陈市长任内跟各局处的投入之下，那真的是我们相信是有目共睹，感恩在心。那讲到这个前提落实在我们这个的特色，就是这个渔产。那在我们韩世聪韩议员啊，这个他筹组了这个会议之后，马上就跟陈市长建议，哎，我讲我灵魂魄啊，啊，但是我都无合法啦，啊，什么会无合法？我都无养殖证。啊，为什么无养殖证？因为我的水权吼，无法度吼合法啦。所以呢，陈市长在我们几乎在我们的下水地带，赶快的指示我们海洋局这个相关单位配合我们韩议员相关的一个指导，以及渔会当中的整合。所以我们的管线呐，是有水权的了，好，而且呢，管线也越来越整齐，好，除了这个接管线。那包括大家都本来都家己吃啦，啊，所以就海岸线非常非常的，咱讲青菜嘛，有啦吼，啊，现在都不会，好，哦，慢慢的就绪了。这是第一个我要感恩，让我们养殖业者合法化的身份。啊，第二呢，就是讲怎么来做行销，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也非常感谢市政府，更感谢我们渔业署全力的支持，让我们从我们的林园走出到我们高雄市区来，以及刚才我们的余市长，啊，我们的这个余社长呢，他说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全力啊，把它呢推广到啊整个全台湾哈，啊。当然，我们现在的行销就是全台湾，这是在成渔的部分都已经到国外，但是呢，所以希望在我们活动上能够更啊加的这个推进，更有冲劲。但是这当中呢，背后大概绕鬼了哈，就是在我们的鱼苗。其实刚才余社长的说明，哎，我们大概是空心的。我们这个鱼苗跟一般的鱼苗不一样哈，是会使讲住豪宅相关的品质养殖。所以呢，你要成鱼用个多哈，都是爱鱼苗很健康。所以呢，我们有办法在最困难的时段哈，能够呢有一个这个来。全世界最好吃的石斑鱼在哪里？在台湾啊，
在，我袂讲家听，我袂讲家听，你甲我好个，迄全世界上好食的嘛，就是伫咱高雄啦，吼。啊，所以你刚才听迄个余社长，诶，咱个苏理事长在讲话，苏社长在讲话，吼。你看迄饲鱼啊，吼，饲甲不是讲技术，迄是技术，吼。我之前就去迄个余社长因家看过，我第一下看到嘛惊死。我上班咧饲，就是当猪仔咧饲啊，吼，啊，有人饲到伊厝内咧，厝内啦天气热，佫放起去咧，啊，一骨一骨分甲清清楚楚吼，啊，水啊清气，啊，环境啊控制甲足好势，啊，这当然嘛是世界第一咧，对无？有人咧饲这個，迄外国人来看嘛惊着，吼，啊，咱今年吼，今年上班咧绩效佫袂歹，吼，我知影讲咱用蛋那像是。进前吼，搁八九，去年我印象是咱百二百三吼，啊，所以我吼世界做卖鱼人，全台湾咧卖鱼啊吼，啊卖了袂歹，啊今年差不多进啊差不多150到170只，即卖继续吼，啊咱当然过去吼，咱台湾，咱若好食的拢吼，若进水果吼，进蔬菜，好食的拢卖人，啊咱拢家己食歹，所以咱即卖倒变，咱即卖台湾人吼嘛。吼、哦，经济嘛袂歹咧吼，咱当然嘛好个，咱爱家己承担落来食，对不对？吼、哦，啊，所以国内市场几乎一定会甲咱个啊，这个养殖发展协会吼、哦，啊，甲咱啊，咱农委会吼、哦，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啊，甲咱国内通路吼、哦，一条路啊，甲拍好通吼、哦，所以今仔日观光局，咱个这个周局长嘛来吼、哦，啊，协调咱只业者吼，甲咱只大型的这种餐饮的。这个公司啊，或者是啊这个餐厅啊，希望说能够直接从厨房啊场地，然后还有餐桌就把它串接起来。啊，这个过程呢，能练的更加要紧啊，所以今年拢总在因为包括嘛，刚才农委会话，咱带我因为一年的进出拢总1.5亿以上，啊，咱起付出差不多6700万，哦啊。希望讲吼，咱过去吼，啊一尾啊大尾，啊切到出块遐块地遐大块，迄块长咱是要煮吼，迄块以后咱食无干，佫食袂了啦吼。啊，所以咱先切做小包装，啊熬薯条，啊熬肉片，吼丁丁吼，啊安尼那家庭主妇吼，哎妈妈要料理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吼。所以我们一方面先把国内的通路吼，从啊产地到餐桌就把它整合成一条龙的这个啊我们的。啊，这个过程能够把它优化。啊，第二个当然要扩展海外的市场。好、哦，那海外市场吼，即卖啊像最近大家知影吼、哦，有中国大陆啊，用一个蛮啥物事款的理由吼、哦。啊，其实咱各行嘛拢合作，我甲看重金属也好，还是讲动物用药也好，各行为这个迄、那个啊渔获吼，咧挖鱼到底头啊，到水质各行嘛伫过。啊，像我甲你讲，改进就改进。好、哦，啊，这是都无合理的代志，啊，嘛做正经的代志，哦，但是就像较多啊，咱余社长讲，我讲苦了，咱愈艰苦，愈拄着困难，咱来个愈勇，啊，大家就收紧，哦，啊，所以一方面进步，扩展更多的国外的市场，包括清真认证，什么中东啊，或者东南亚在啊这个穆斯林的市场，那就没了，都用较大的力量，哦，啊，互农委会配合农委会，大家都会行出去。哦，啊，一方面，咱就去认真，甲咱的国内市场甲顾好，哦。啊，我去年吼，甲迄个摩斯有哦，大家知影吼，摩斯汉堡吼，伊上班啦，我卖了真好呢。啊，所以有当时吼，中昼去，我卖了，我无啊，吼。啊，有个人讲哦，啊，你咧讲咧什么石斑汉堡，安怎安怎吼？平常啊，咱高雄咧石斑是还好，哦，嘛是食。所以我刚刚鱼汉堡拢用咧毛皮啊，啊，外国咧要思考，从这边会更的创意，开拓更多的市场，让最值得啊的石斑鱼的啊这个产品可以有更多的通路。各位给我掌声鼓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大合照，来到这里，谢谢余社长学长。第一产品是农户十八元，局长，我们张局长，还有你。
来，邀请他。好，来。每个店有停车位，谢谢。好，是向社长讲的。我们不行，不进来。是来要亲自来介绍吗？好，来，请合影哈。好，谢谢。那下一个。里面的龙母石斑。